解题，电感、电感串联，三个电感串联电路，通以两安培电流，产生300mJ 储能。若不考虑互感值，且电感值比分别为 L1 比 L2 比 L3 等于1比2比3，求 L2。好，来45题。好，在电容的部分 ，W 等于什么？二分之一 CV 平方。那在电感的部分呢 ？W 等于什么？二分之一 LI。所以在电感部分 ，W 等于二分之一 LI 平方，这是相对的 ，OK 吗？以这题来说 ，L 给你能量，有没有给你电流？能不能求 L？ 所以来算一下，300mJ 乘以二分之一 L 不知道，乘以 I 二个平方，所以移过去消一下 ，L 就等于多少？除以二嘛。150mH 可以接受吗？可以。那这个150mH 有几个串在一起？三个嘛。啊，不考虑互感，那是就等于 L1 加 L2 加 L3， 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一比二比三，所以 L1 多少？三二五五一六，对不对？所以 L1 是等于150。除以六，那 L2 呢？这等于150除以六，再乘以多少？再乘以二，按了对，50mH。好，所以这次数题答案为 B。